Music has lit up the life of 8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in a singing group in East China's Fujian province.在舞台上面，我感觉就是更能够找到那种放飞自我的感觉，是闪光的、鼓掌声啊，会让我觉得啊，各有动力，更兴奋。我觉得其实就要看不到，也可以坚强的生活下去。就是把这种快乐带给别人，还是挺开心的。就因为掌声嘛，代表着它，别人对你的一个认可。别说我看不到，那就剩我一个人的时候，音乐它是永远永远能够陪伴我的。音乐已经成为了我的生命。这世界只有你。